武侠游戏百百种，但是结合了《山海经》故事，又是水墨风格的横向卷轴动作游戏，可就很少见啦。九黎就是这么一款独特的武侠动作游戏。本作的战斗分为武功与外功招式，玩家可以运用攻击、跳跃以及闪躲键来发动灵巧的外功攻击。若是搭配上下方向键，还能够打出更多连盾。而武功招式则是消耗内力来施展强大的攻击，也可以和外功招式搭配，打出一波华丽连盾。角色的强化分为装备和招式学习，装备除了强化等级之外，还能够镶嵌五行石增加能力。在过关途中，玩家将有机会学习到新招式，每个招式都还有第二、第三重强化。一起来九黎里试试看爽快战斗和水墨风格的结合吧。